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找着转化的灵感。天一放晴，姚桂文就把竹匾搬到天台上。这些豆腐球是他和妻子几天的劳动成果，有些豆腐已经略显微黄，但这种程度的改变远远不够。姚桂文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干瘪坚硬以及黑褐色的表皮才是成熟的标志，这种变化来自于自然发酵。一盆烧得恰到好处的炭火是姚桂文下午工作的关键。位于云南红河地区的建水古城，古称临安，在1200年间一度是中国西南的重镇，如今时间已经让炫目的荣耀褪色。和云南的许多小城一样，建水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各种文化的掺杂形成了特有的氛围和格局。炭火的热力让坚硬的豆腐迅速膨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发酵的面团。建水人很会享用这种由风干和发酵打造出的特殊味道。蘸豆腐的调料各有不同，但是对姚桂文来说，豆腐本身的质地才是最重要的。河谷地区的温暖很容易让豆腐发酵，而适度的干燥要让它们不至于腐败。对于风、水、阳光和豆腐之间的微妙关系，姚桂文比任何人都要敏感。这里是建水最著名的大板井，在水井旁，与人们单靠手指的合作，就构建起一条豆腐的流水线。做豆腐的各个环节都和水密不可分。拥有128口水井的建水人很懂得水。中国人相信水能滋养人的灵性和觉悟，这一点就仿佛水对豆腐的塑造，两者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共通。在距离建水不到40公里的古城石坪，
这里的豆腐在气质上却大为不同。成型的豆腐体积大得惊人，难得的是它们极富韧性，几乎不会破损。少许的盐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鲜。中国的云南历来不是大豆的主要产区，可却不妨碍这里拥有悠久的豆腐历史。吃一颗豆腐，投一粒玉米，用这种方法计数，买卖双方十分默契。吃两个十块，再吃两个豆腐糕。吃两个多少？吃两个十块钱，你少上我个。30年来，姚桂文的豆腐摊上很少冷清过。从豆腐摊回家要走30分钟，几乎横穿老城。发展的速度飞快，这改变了建水的很多事情。在漫长的时间里，一些变量消失了，一些变量被修改，还有新的变量加入进来，总有一些经得起时间的磨砺保留了下来。姚桂文和王翠华围绕着豆腐的生活清淡辛苦。丈夫最大的愿望是能去远方的大湖钓鱼，虽然他从来没有钓过鱼。没有优点，都是缺点。狼，又狼，又半鱼。你不会干，你岂不是有点？他肯定有点。在这对夫妇眼里，每一颗豆腐都很珍贵，他们能够帮助自己供养子女，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在1000多年里，伴随着北方民族的数次迁入，豆腐代表的中原饮食文化已经深植于西南边陲的这片富饶之地，并且演绎出自己独特的气质。这些一脉相承的制作细节，让人联想到几千公里外的中原腹地。在那里，中国的豆腐从诞生到兴盛，一路走过2000年。胡学兵正赶往县城，他要在早市上卖掉今天的豆腐。寿县是安徽省北部的一座古老的小县城，这里的人们对豆腐的情感非同一般，他们坚信自己的祖先就是伟大的豆腐发明者。10月中旬，皖北地区的黄豆早已收获归仓。用新黄豆磨制的豆腐向来最受欢迎。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史中，大豆一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已知的豆科食物中，大豆是蛋白质最丰富也是最廉价的食物来源，可它早期的境遇一度尴尬。
煮熟的大豆无法引起人们的食欲，并且使肠胃大量胀气。迫切的需要就是寻找到进食大豆的最佳方式。秤盘里的白色粉末是石膏，它是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的关键。胡学兵对于石膏的纯熟运用和他的祖先如出一辙。在煮沸的豆浆中，变性的蛋白质和石膏相遇后迅速发生胶凝作用。这种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在瞬间就可以觉察到。遥远的年代里，石膏常常出现在中国术士们的秘籍之中，而它和豆腐的渊源据说也恰恰与此相关。很多人相信2000多年前正是热衷炼丹的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中用豆浆培育丹苗时碰巧加入了石膏，于是无意间促成了豆腐的诞生。不管事实是不是真的那么富有戏剧性，中国人必定经历了漫长的摸索，才让豆腐最终成为了一种了不起的中国食物。无论如何，豆腐的诞生彻底改变了大豆的命运。豆腐无限包容的个性给擅长烹饪的中国人创造了极大的想象空间。那些原本让大豆尴尬的不利因素，一蛋白酶抑制剂，不能被吸收的糖以及植酸，在中国人古老的转化手段中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消除了。豆腐的出现让人体对大豆蛋白的吸收和利用达到了一种高峰。中国厨师对豆腐的理解往往会让人大吃一惊。或许可以说，中国人用豆腐表达了自己柔软变通的适应性。所有的这些让一粒黄豆得到了升华。这些乳白色的浆液令人浮想联翩，在中国北方的辽阔草原上，蒙古族的牧民也被另一种流淌的美味滋养着。九月下旬，乌珠穆沁草原已经褪去了绿色，孟克和家人抓紧时间赶在严冬之前进行最后的出场放牧。草原的深秋充满寒意，干燥的牛粪可以让炉火烧得更旺一些，奶茶是早餐永远的主角，
砖茶、黄油、炒米以及鲜奶是一锅奶茶的重要内容。奶豆腐是几天前做的，草原上的人离不开奶茶和奶豆腐，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草原有着神奇的化繁为简的能力，目睹是孟克的牛正处在哺乳期，妈妈要想顺利从母牛那里获得鲜奶，得先过小牛这一关。鲜奶已经不像天气暖和时那样容易发酵了，妈妈要抓紧时间赶制酸奶豆腐，作为漫长冬天的储备。表皮的酸奶油先被小心地舀出来，这是很珍贵的部分。发酵的牛奶结成块状的凝乳，蛋白和乳清在火力下分离开，乳清不会被浪费，它们最适合喂牲畜。需要不停地搅动，这样奶团才不会粘到锅底。最后的乳清被彻底耗干时，奶团被趁热盛进模具中。孟克把新鲜的奶豆腐最先递到爷爷面前，那是最好的美食。一直向南，几千公里外的云南，几乎是同样的情形。粗重的木块被灵活地使用，一个光滑的牛奶团子很快就被揉了出来。三两下后，奶团子被拉扯成片，卷上墙边的竹架。在远离北方草原的云南大理，白族人家用相似的手法来转化这里的牛奶。乳扇被晾到长院里风干，像是挂起了巨大的风铃。在800多年前，忽必烈时期的蒙古人远征到云南，定居至此的蒙古人也带来了遥远家乡的奶食味道。他们不会想到这种转化的手法一直被流传下来，生机勃勃。妈妈从木盒里取出已经结实的奶豆腐，风干的奶豆腐可以保存很久。肉并不经常吃，因为牲畜太宝贵了，各种奶食几乎成为草原上的主食。
这是位于北京市区的一座大型的蒙古餐厅，美味的烤羊背成为食客们的首选。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远方草原上那种粗犷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那些身处草原腹地的人们来说，这些奶食才更贴近他们原本的生活。雨让气温降到了冰点，二姐在灌木里发现了走失的羊羔。这些牛羊是家庭的财产，也是牧人生命的一部分。孟克换上了过冬的新袍子，热茶和奶豆腐让孟克并不觉得冷。这些奶食将持续不断地提供热量，足够支持他一上午的放牧。望远镜是爷爷当年的战利品。孟克三岁时失去父亲，从小跟着爷爷学习放牧。爷爷告诉孟克，能做好一个牧民就很好了。手持套马杆，纵身跃上马背，孟克觉得自己充满力量。草原之外的地区，游牧被农耕取代，人们没有条件大规模的放牧牛羊，有限的土地首先被用来耕种，乳制品最终没能在中原的厨房占得一席之地。农耕文明中的人们转而将目光投向另外一种植物资源，去获取宝贵的蛋白质。另辟蹊径的在植物范畴寻找到了蛋白质的支持，这对历史上缺乏肉食的中国人来说，既是智慧，也是一种幸运。在浙江天台山的古老寺庙中，僧人们正准备开始他们一天中重要的一餐。修行者的食谱是全素的，修行的生活很清苦，即便是进餐也是一种功课。事实上，只有中国的汉地佛教才真正将食素作为一种戒律来遵守，这深刻影响了1000多年间中国人的素食传统。来源于植物的豆腐，既符合严苛的心理戒律，同时又能在营养上给予身体最大的支持。在蛋白质的提供上，大豆食品是唯一能够媲美肉类的植物性食材。对于素食者来说，这相当完美。中国的豆腐在清寡中暗含了某种精神层面的气质。
古人称赞豆腐有何德？吃豆腐的人能安于清贫，而做豆腐的人也懂得顺其自然。安徽南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温润的气候，促成了人们恬淡保守的气质，也孕育出了特有的食物。这些附着着白色菌丝的奇特食物，它们的实质是豆腐。还没到能够大量生产的季节，方兴玉家的毛豆腐奇货可居，在中午之前就会告罄。豆腐上浓密的绒毛，带给人们丰富的联想，比如说动物。这里的确有生命。白色的细丝，是毛霉菌的菌丝，是它们赋予豆腐新的活力。很难想象这种食物是如何诞生的。如今，方兴玉把豆腐房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大女儿。作为家中的长女，妈妈把她和豆腐房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豆浆的表皮渐渐凝结，这是大豆富含油脂的表现。但是对于制作毛豆腐来讲，油脂是多余的。油豆皮被晾晒在竹筷上，风干后成为毛豆腐的副产品。它们是另一种质感的美食。制作毛豆腐的关键在于用自制的发酵酸水来点卤。酸性物质同样可以让大豆蛋白凝固，但是酸水更大的意义在于，伴随着点卤的过程，其中的微生物们也随之流入，像种子一样被埋植进豆腐当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做豆腐都是极其辛苦的工作。餐桌上，一家人陆续进入和离开，最后回来的是姐姐。妹妹要陪姐姐吃完已经冷了的一餐。我就希望她不要一直做下去，不要像我妈一样。对于妈妈和姐姐来说，生活的很多部分已经和豆腐房牢牢长在了一起。方兴玉是不会在湿热的夏天做毛豆腐的。桑拿天里，人们很难控制豆腐发酵的走向。但是在其他的季节里，徽州温润的环境却能引导微生物们走上发酵的正轨。方兴玉希望与这有关的一切，自己的女儿都能够学习和领悟到。这些绒毛，它们是霉菌、酵母菌
和细菌们是否和谐生长的指标，这直接关系到发酵的进程以及最终味道的鲜美与否。深谙美食的徽州人是毛豆腐的知音，吃法可繁可简。在老徽州眼中，一点辣酱就可以让炭火上的豆腐锦上添花了。味道不错，豆腐的内部已经大为不同了，毛霉菌分泌蛋白酶，让大豆蛋白降解成小分子的动类、多肽和氨基酸，这一系列转化赋予了豆腐异常的鲜美。这种浓郁的风味被徽州人称作家乡的味道。菌丝间细小的颗粒是散落的孢子，那是毛豆腐成熟的标志。聪明的中国人对这些微小生物的运用得心应手。事实上，这种转化的智慧在更为久远的年代里就已经熠熠生辉了。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进行食物转化的最早的案例了。用稻米酿出的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立冬的清晨，绍兴的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对酿酒师傅们来说是个好征兆。酵母菌喜欢江南冬季这种绵长而又不剧烈的冷。在酒厂的老车间里，师傅们进进出出，准备着祭祀用的贡品。今天是请酒神的日子，没有人怠慢。即便是最好的酿酒师傅，也无法保证年年都能酿出好酒，因为有捉摸不定的天、风、空气，还有菌。每一年的仪式，都是酿酒师们对自然表达的一种尊重。绍兴的黄酒冬酿即将开始，和绍兴处在同一纬度线上，同属古越地区的安徽省休宁县，73岁的程进顺也在忙着酿造自家的糯米酒。对于老人来说，做酒算不上一件难事。富庶的江南地区，稻米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年前正是农闲，做几坛米酒祭神敬祖，招待客人，犒劳自己，都是自然不过的事。蚕茧般的酒曲是酿酒的灵魂，可以把它理解成接上了菌的种子，
这些稻粉和辣椒草的混合体里面沉睡着形形色色的发酵菌，等待合适的时机苏醒。程建顺把碾碎的酒曲均匀地和糯米拌在一起，酒曲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发明，是人们试图捕捉和驯化微生物的最古老而有效的尝试。这是酿酒中最重要的一步，它们将带来转化中最神奇的部分。拌好的糯米被拨出一个深深的酒窝，再把指缝间的每一粒米都抹进缸中，撒上最后一把酒曲。之后的一切都要交给时间了。那些霉菌将会把糯米中的淀粉变成糖，而酵母菌们负责把糖变成酒精。在黑暗中，仿佛传来发酵菌们欢快的歌声。时间越久，酒越醇香，黄酒绵长而厚重。中国人可以从这一种饮品里，同时品味出柔和刚两种境界。饮黄酒的绍兴人不温不火，他们对传统的固守也有滋有味地流淌在舌尖上。这酱油，酱油绍兴人基本上加五度白酱油。绍兴人离不开酱油，这几乎成为绍兴最醒目的一种味觉标记。什么都可以酱一酱再吃，足够的盐度可以让食物在湿潮的环境里久放不坏。在酱油里翻滚过的任何食物都被赋予了浓重的酱香味儿，它们被本地人称作家乡菜。这里是自古的繁荣富庶之地，如今许多人家仍然乐于枕河而居，过闲适的日子。城外的安昌古镇皆是临水而建，正是做腊味的季节，长短的竹竿上彰显出富足。安昌的腊肠在中国的江浙一带很有名气，腊肠浓厚的滋味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本地酿造的酱油。酱园里露天的空场上排列着上百只硕大的酱缸，56岁的丁国云依然身手矫健。酱料粘稠厚重，需要人力定时的上下翻动，酱缸内的发酵才会均匀。在这些酱缸里，微生物的世界互相制约，此消彼长。
酱缸修修补补用了几十年，阳光的暴晒能够激发菌的活力，但是雨水可能会搞砸一切。酱缸的帽子不时地被拿下来扣上去，时间就在这反复的声响里流走。中国的酱在人类的发酵史上独树一帜，数千年间它成就了中国人餐桌上味道的基础。在中国的北方，酱的意味更加直接。王月英家的酱缸里只剩下一层缸底，足够的盐度让酱在严寒中也不容易结冻。在寒冷的东北，长久以来，盐以酱的形式成为人们身体和心理的一种依靠。再过三个月就是下新酱的时候了，但是准备的工作却要从现在开始。煮熟的黄豆在锅里直接被捣烂。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人们做酱只用大豆这一种材料，这样的单一也是一种奢侈。黑龙江有中国最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的耕种和收获急促而短暂，却能出产最好的大豆。温暖的火炕上，六只手合力把豆泥堆砌成型，酱的味道甚至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主妇合格与否的标准。捆绑结实的酱坯被挂上墙，在之后的两个月里，它们静静地发酵，等到来年春天再开始更深入的转化。冬季在强大的蒙古高压的笼罩之下，北方的寒冷甚于版图中的其他地区。面对严寒，人总有变通。在腌菜缸中，经历三十多天复杂的发酵进程，白菜获得了重生。北方人对酸菜的情感毫无造作，在近七个月的寒冷时间里，这种腌菜几乎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方式。用力攥出菜叶中发酵的酸水，一来去除苦涩的味道，二来使酸菜本身的质地更加脆嫩。酸菜散发出令人愉悦的开胃的酸香味，那是乳酸的味道。发酵后，草酸被分解，蛋白质水解后产生了肽和氨基酸，
这一切都带来鲜美的风味。对于酸菜来说，绝佳的搭配是和猪肉在一起。酸菜巧妙地化解了猪肉的油腻。东北人的柴锅里不流于精致的外在形式，他们的内容有如东北人的性格，豪爽大方。今天孩子们要回家看望父母，一顿酸菜馅的饺子将成为今晚餐桌上的主角。时间流转，生命红火，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所有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和对营养的升华，令人叹为观止，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传承。